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两盏灯想要来比较，它们价格相差十倍之多。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两款摄影灯，但这两款摄影灯是相同瓦数，价钱差十倍之多。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到底是真的买到好的品质的灯光呢，还是我们只是在付智商税而已？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您分享，到底你买的灯光是你在买真的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您分享两款的摄影灯。那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比较两款的摄影灯。那我们今天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比较两款的摄影灯。那我们相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分享两款。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分享两款相同瓦数的摄影灯，但是它的价格相差十倍之多，十倍之多，你可以买十盏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你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到底你买的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你多花的钱到底是买到更好的灯光品质呢，还是你只是在付智商税而已？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我们今天的测试，也不是在那里跟你瞎掰，我们直接拿了我们的超贵的光谱仪来跟大家做测试。那今天的我们测试全部都是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的光谱仪。今天我们的测试全部都以这个，全部都由这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这不是在跟你瞎掰，我们是有凭有据，用科学的方式告诉你哪一盏灯到底比较好呢？那今天所有的测试都是以这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那这一个光谱仪比你的灯还要贵啊！那今天我们所有的测试都会以这个光谱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那有凭有据，用科学的方式来跟大家探讨这个价格相差十倍到底差别多少，而不是在这里跟你随便瞎掰的。今天所有的测试，我们都会以这个业界标准的。今天所有的测试，我们全部都会以这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而不是在那里跟你瞎掰。我们用科学、用数字来跟你说。今天所有的测试，我们都会以这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而不是在那里跟你瞎掰。全部都以数据、用科学的方式跟我们、跟你分析。今天所有的测试，我们全部都会以这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这个光谱仪甚至比我们两盏灯加起来还要贵，但是没关系，我们用。我们今天的所有测试都会以这个光，我们都会以这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而不是在那里跟你瞎掰。我们以数字、用科学的方式来探讨这两盏灯到底值不值得购买。今天所有的测试，我们都会以这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这个 Seconic C800 的光谱仪来做测试。今天我们所有的测试都会以这个业界标准的光谱仪来做测试，这个光谱仪甚至比我们两盏灯的价钱加起来还要贵，但是我们以科学用数字来跟大家探讨，而不是在那里随便跟你瞎掰。